三个队伍里面只有积分排名第一的队伍才会拿到正式合约。慢点，慢点，卡！你现在哭的意思就是你是对的，我的处理是错的，是这个意思吗？不是，对不起，出去，出去，出去，叫他收工，收工，不拍了。太廉价了，演员。急想跳速，你看那个动作啊，不太好啊。我们就让他换掉，耽误时间了，换重点。 这个你们拍这个是灾难片的，再来，胜出的组是。 你是不是没听过他的四字真言？男一男演员 ，title 小 title， 我觉得我现在最主要的 title 是许潇博喜，贾子，你的实力达不到，哎呦，摘个嘛，你再摘个妆就好了，好帅，就站岗，就站岗，站岗过去。 真好，开心，兄弟，，开心不？耶，开心。第二季赛制全面升级，议员们在导师的指导下突破自己。经历了跌宕起伏的一天，议员们享用了一顿独具特色的晚餐。我有一个无敌的东西。 哦，当你孤单，你会想起谁？上周，锦超组小考失利，而许君聪组高海宁组则成功拿到角色。 本周他们又将迎来怎样的挑战呢？好，我来公布一下咱们的角色分配啊，它分别呢会对应有一个分值，如果说表现比较好的是可以得满分，如果表现比较差 ，NG 比较多，演技比较有瑕疵的，那是会扣分的，大家明白了吗？ 冰皮乙150分，大侠乙60分，厨娘130分，大侠甲60分，冰皮甲150分。这俩是不是贴？没贴反吧，老师？就这样的是吧？ 哎哥，咱俩是跟着冰比头目进来的，还是咱俩已经在一桌在那喝呢？这咱就是过去听导演的嘛。咱现在一顿设计，然后过去了到导演那完全不对的，白弄。行，咱主打一个不能抢戏啊。哦，这个眉毛是要盖的还是露？大概还要多久？姑娘，快点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再进入状态。 这个装扮，然后这场戏算是我第一次演古装，然后第一次演这种角色，然后第一次在这种情境中，完全都是第一次，这种妆造，你看我现在手一直忍不住，嘿嘿嘿。大彪，四个字，如狼似虎没有，那个如狼似虎的那个劲儿没有。我们能怎么能？我们怎么样才能帮到你？ 酒呢？没酒了。啊！冠啊！对，来老几位，嗯，对，往这走啊，继续，然后披肩掉，一看一掉，稍微一推它，再拉上来，嗯。 这样一看到这个令，立马就呛到，哎呀，差点把正事给忘。哎，你给我拿瓶水。我不喝水了，我在里边喝了好几缸水。
他吐了，我们都知道，但其实每一次做都有进步就够了。其实没事没事没事，因为你演的是这个角色，那一遍不行两遍，两遍不行三遍，就要一直重复的来啊、嗯、就其实就是一个正常演员的工作，都会经历这一个过程。还好吧？不是，就是喝太多了，往外吐一吐。说说干，下去吧，下海海去吧，海，精神精神，精神精神，兄弟们，精神精神。想念温暖的床啊，一遍干了啊！咔，这个镜头过了。好，这个镜头过了。作为群演龙套角色来说，也有他们非常非常辛苦的地方。我会给你完整的角色的人物背景，都需要自己去现场揣测。哎，今天辛苦你们，真的不好意思。拜拜，辛苦辛苦。明天一点半继续。本节目由有料超有味的有晨肉松加烘焙赞助合作播出。专注流感17年，累计守护10000家庭。本节目由东阳光药赞助合作播出。本节目由让小宝宝先吃上有机食品的优萃有机奶粉独家冠名播出。睡了两三个小时吧。哇，早上好啊，难兄难弟，啥也没吃呢，没有胃口，可以走了。最好是别的组别来，咱俩会来稳稳的把这个份拿到。不会来，都在躺床上睡大觉呢。我现在看就是在抖的，就是已经重影了。再过一会儿，胶对不上的。对，我们两个都是整宿没睡，头晕目眩，但是没有办法。我们熬了一整宿，我当然可以睡，但睡完之后这是零分，所以我觉得说这事是值得做的。怎么早上堵车呢？我去之前完全不知道要做什么。只是告诉我很难很难，但是我没有选择，这个窟窿我要去弥补，我要去承担起这个责任。我不想再输了，我一定会非常努力的替他们去争取。其实我们组可以更好，